找 Google 大神导航，两妙龄女皇帝迷路。头前的小姐要去倒位，你慢慢行，我念你来去。台中这两名女子前天骑机车到日月潭玩，到了傍晚要回家时，两人用 Google 大神手机卫星定位导航，没想到 Google 大神仅带他们到已荒废多年的产业道路。两人骑机车骑到手机快没电时，决定报警。两人在报警后怕手机没电，又往前骑，一直骑到没路时，就将车丢一边用走的。两人花了3小时摸黑走了3公里，最后才被在国姓乡观音山区的产业道路搜索的警消发现。往灯光这边走啦，往灯光走。小姐，小姐，你们有受伤吗？但是脚有点麻。不对，停在那边等。对呀，我也是。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走下去，有下去，因为我们一直跟着走。我们前面到那边，你们那个手机应该出去了，手机应该出去了，手机应该出去了。警消说，这条产业道路荒烟蔓草，从去年5月到现在，已有3起机车骑士被 Google 大神带来这里了。因此提醒民众不要太依赖导航。董新闻，你不要去哪里，你不要去哪里。报道。